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授旗典礼，典礼开始。Thank you.
职。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南岛舞集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之前呢，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表演哈。那南岛舞集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公开传统舞蹈的这个表演的团队哈。我们再一次用热烈掌声谢谢他们，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呢，请为我们打气。那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所有的贵宾。我们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吴副市长，非常欢迎你。好，介绍我们的最辛苦的我们的议员，我们的尔邓应该议员，非常欢迎你。接下来是我们伊斯坦的贝亚夫政府议员。好，再来是我们的林明杰议员。还有我们的大家讲我们的主我们的古众特勒巴主委。还有我们园林会的副主委陈信雄，陈副主委。还有我们的百亚以及段，我们的主秘。还有我们园林会的咨询委员，我们的郭希勇郭委员。我们的吴新发吴委员。我们的谢仁烈谢委员。我们吴正信吴委员。我们的王碧霞王委员。我们高哲雄高委员。我们八学成八委员，还有我们的沙小青沙委员，非常欢迎各位委员。还有我们为我们自己每一位学所也来鼓掌好吗？你们都是我们的贵宾。接下来我们恭请我们的长官致辞。首先我们请我们的吴副市长来为我们勉励以及致辞，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伊斯坦大安议员、儿童议员、林明杰议员、古仲主委、陈路主委，还有白杨主任秘书，我们各位，我们人民会咨询委员，我们在场的所有最优秀的选手，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我刚刚看到南岛舞集啊，那么有精神。其实就代表我们高雄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是一个运动健康的城市。我们高雄有最多元的族群，尤其是我们的原民朋友，他不但有非常高的艺术文化天分你们在体能体育上其实也都有非常好的成就。像我们台湾早期的杨春广先生、郭元志在日本职棒很多很优秀的都是我们原民朋友。那么这一次的104年原住民全国运动大会，那我们非常期待我们代表本市的所有优秀的我们原民运动选手，大家都能够争取最高的荣誉，胜不骄，败不馁我想。除了运动竞技之外，事实上我们希望大家透过这次的运动会能够多交交朋友，让我们所有的选手透过竞技的同时也能够建立起永续的友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在这边我们高雄市我们陈市长非常重视我们高雄的所有的运动相关的这些活动，包括我们2009世运动会，包括已经连续6年6届办理马拉松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运动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健康活动，事实上每一年都有非常密集的在各个区域展开。那在这边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先预祝我们这一次的我们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我们高雄市的代表能够争取到最高的荣誉。那在比赛的过程，我们也期待我们各位选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在这边感谢大家代表我们高雄市参加这一次的全国运动会，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贵宾，我们
三位我们议员都能够到场，来跟我们家属大加油啊！我想一定会有非常好的结果啊！把我们最后的胜利能够抱回我们高雄。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吴副市长。相信在吴副市长的勉励以及鼓励之下，我们这一次是不是会有很好的成绩？会不会？那刚刚我们吴副市长讲到了，我们三位议员来给我们加持哈，我们也要请我们的三位议员给我们勉励打气，好不好？好，我们呢就请我们目前哈人数最多了，我们阿美族群我们的尔登议员来先为我们来致辞勉励，掌声欢迎。谢谢，我们吴副市长，古镇主委，还有陈副主委，还有白案主秘，两位我的好同事啊，是坦大非常副议员，还有李明杰议员，还有所有的执行委员，还有我们最优秀的所有的运动选手，大家好，大家午安，来后，这个原住民的精神一定要拿出来，那。我希望在这一次我们人数这么众多，这一次算是最多的一次，要去参加这个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比赛，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运动员的精神拿出来，那第二个，安全最重要，那第三个，这当然就是成绩，也希望说把大家最好最拿手的成绩拿出来，我也知道大家也都期待，希望拿到好的奖金啊！在这边要跟吴副市长以及我们议员的报告，我们这个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的这个奖金哈，我们是希望能够比照这个全国运动会的奖金哈，也希望这个古镇主委，我们能够尽速把它纳入，这样子未来大家得到奖金的时候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目前还没有纳入了，希望在近期内。我们换了新的教育局局长，我们希望说把这个，虽然我们是两年一次，那全国运动会是一年一次，但我们只是两年一次拿这个奖金，我们希望这个原住民的全国运动会的奖金就纳入在全国运动会的奖金，我相信这样子大家努力起来会有比较好的方向，安内好不好？你们一定会说好，但是希望我们不要自己独立出来了，真的不希望独立出来，我们希望我们这几位议员，我们就全部来全力以赴，我们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尽速来通过，这样大家努力起来，未来才会有希望。我想在这边再一次由衷的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有好的成绩。谢谢各位，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邓议员为我们争取奖金。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贝亚夫议员也来为我们勉励打气，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贝亚夫议员。喂，吴副市长和邓议员、李明杰议员、古镇主委、副主委、白杨秘书，所有的咨询委员，各位高雄市的原住民选手们，大家午安。今天的序幕战鼓就是我们高雄市的一个战地的呈现，即将在全台湾各县市来参与全国原住民的运动会，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拿到总冠军，对不对？我非常的支持我邓议员刚才做的一个政策的宣示，我们会支持，我们吴副市长刚好在这里。我想我跟李明杰和邓议员会努力，你们有付出为我们大高雄争取荣誉，我们高雄市政府应该有一个奖励的肯定，我们高雄市是全台湾的民主圣地，那么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陈市长在这几年当中都朝着这个目标在做很多好的政策，尤其是原住民的福利，
那么也希望我们大高雄的原住民也成为全台湾推动运动健康最成功的城市，大家争取最高荣誉，只能拿第一名不能第二，对不对？谢谢我们贝雅的议员啊，所以每一个人只能拿第一哦，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林明杰议员哈，也来为我们勉励打气，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林明杰议员。好，谢谢。我们的吴副市长，还有贝雅副议员邓议员，以及我们原民会的国众主委，陈副主委，还有我们的主力白杨，以及即将代表您高雄市参与我们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各位选手，大家好，大家平安。平安。杜本兰诺。杜本兰诺。对了，原住民就是要有这种精神。今天受旗就是代表即将出征，为我们高雄市争取最高的荣誉，所以我在这里预祝祝福我们的所有的选手，能够拿到最高的荣誉哈。就是刚才我们两个议员也提到，我们的副市长也提到，只能第一不能第二，那第三应该更不行了哈。那我们就祝福我们的高雄市，所有的代表能够争取最高的荣誉，为我们大高雄做更好的表率。谢谢，祝大家无力量，有个必胜。谢谢我们三位议员给我们的勉励，也相信我们在这一次会有很好的成绩。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授旗仪式。那我们恭请我们的吴副市长，要代表来授旗给我们的选手们。那我们这一次代表授旗的这一个选手呢，是我们这一次传统摔跤的选手郭次军，他是台湾族，他曾经参加国中男子柔道全中会运动会国中男子组第七量级的亚军。我们请我们的吴副市长将这个旗帜交给我们这个代表我们所有运动员的郭次军，表示了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出征一定会有好的成绩。高雄站不站？